Welcome to another Mandarin Corner video. After watching this video, be sure to go to mandarincorner.org to download the free video transcript PDF. For more advanced students, you will also find a free version of this video without English subtitles. If you like our content,Please consider making a minimum one-time $10 donation to help us continue producing it. In return, you will be able to access our premium content, which includes downloads of all our video and audio files. Links to donate are below. Now, let's get started.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我是 Eileen。人的一生中呢，会有很多不同的追求和目标，其中最主要的三个分别是爱情、健康和金钱。但是在不同人的心中，这三个目标会占据不同的分量与地位。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哪一个才是最重要的呢？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路人的看法吧。假如你这一辈子只可以保证拥有爱情、金钱和健康中的其中一样，你会选哪一样？健康。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要先有健康这个基础，我才可以有能力去得到其他我想要的东西。但是你很有可能挣不到那么多钱，然后满足不了你其他的需求。没关系，因为我觉得目前自己的这个状态，也是没有很多钱，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啦，除了金钱之外，还有另外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嗯，爱情呢？爱情不重要吗？爱情也重要，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爱自己。那假如你这一辈子就没有找不到爱情了，找不到那个适合的人，也没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因为只要你足够的爱你自己，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的意思说，如果你拥有健康，你可以接受一个人过生活，是吗？没错，就没有另一半也没有关系。没错，嗯，你选哪一样？我还是选的健康一点。嗯，为什么呢？主要的话，爱情以后看情况，说不定就有的。金钱的话，自己没有健康的身体，哪来的钱呢？嗯，是吧？嗯，那万一找不到呢？找不到就到时候跟某些养老院的老爷爷一起咯，大家互相照顾咯。嗯嗯，那没有钱也可以，就是可能很贫苦哦。贫苦算啥呢？我再苦的生活都可以熬过去的呀。嗯嗯，健康呢？嗯，为什么？那如果没有健康的话，后面都没有了呀，金钱、爱情都没有了呀。但是如果你有金钱的话，你还是可以通过一些调理饮食啊，各方面来达到健康。明白的意思了，就只能有一样是吧？有一样是完全绝对的可以有的，其他两样你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哦，那肯定是金钱了。嗯。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像你说的嘛，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嘛。对。那爱情呢？都不重要了吗？对于我们这种90后来说，目前来说还是金钱第一位，这是女人的刚需第一。那你认为如果说找不到爱情也没有关系吗？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真的如果有钱也真的没有关系，因为让自己也可以很快乐，然后让家人也会衣食无忧吧。嗯，健康吧。嗯，为什么？我觉得如果没有健康什么都没有嘛。嗯，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没有金钱的话，只有健康。金钱可以靠自己挣啊。我觉得健康你没有的话，就是很还得去医疗什么的，万一那个没用的话，那也都白搭嘛。嗯，但是如果假如说你有很多钱的话，那你还是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饮食啊、合理的运动这些来达到健康，不是？当然有就更好。如果非得选一样的话，就是健康第一嘛。嗯，对呀、啊。金钱，啊，换了是吧？为什么选金钱？健康不重要了吗？现在？健康也可以用金钱来买是吧？嗯，怎么买？就这么买啊，就你生病了可以去医院看病啊，看了病就会好啊。但是会痛苦啊，但是你生病会很难受啊。如果说你得了，尤其是比较重大的疾病，那你可能会每天都睡在病床上，你有钱你也享受不到了。但是不是说
有了金钱，其他两样也可以得到吗？如果说只能得到一样的话，我觉得还是健康重要。嗯，对啊，我是说其他两样你是可以通过努力去获得。对啊，那你怎么努力呢？就是你会怎么样去维持你的健康，让你不得病？那肯定就生活中各部分都需要注意一些吧，就比如在饮食习惯方面啊，我是有时候会经常熬夜啊，然后吃那些油炸食物就不行。你觉得你有钱了，你就会停止吃这些东西吗？不会。那不就是还是会得病吗？这样说的话。那如果是真的是需要去借口的话，那为了健康肯定也是要那个。嗯，爱情就一点地位都没有。我不早恋，以后再说吧。我在这方面就暂时没有什么观念。金钱，金钱，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就缺金钱吧。我也觉得就缺金钱吧。我觉得金钱，这个社会也比较现实。嗯，那你可能就找不到你的真爱了哦。我觉得这些都没事，只要有钱。嗯，而且父母这些关系都是得靠钱维护一下吧。因为我们现在为钱拼搏。嗯，现在做什么工作的呀？美甲。健康。嗯，为什么？因为我的年纪告诉我健康最重要。如果刚才你讲的爱情、财富都是每加一个就会有一个零，但是如果最前面没有健康，健康是一，没有这个一，后面再多几个零还是零。嗯嗯，你刚刚有讲，就是你到这个年龄有理解到健康是很重要。那是以前的时候会觉得其他的更重要吗？人生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追求。你刚开始的话，你可能刚毕业之后，你可能想要追求的是金钱或者是爱情。但是过那个阶段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家庭健康其实都很重要，所以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经历，你会发现每个阶段你摆的位置的重点也许不是那么那个，但是总结来讲，不管在哪一个阶段，健康永远是重要的，因为没有那个一，后面再加几个零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嗯，你是从哪一个阶段开始意识到了哦，健康真的是非常重要，我要排在第一位？其实一直都有，只是它的比重高不高而已。每个人心目中大家都知道健康是重要的，只是在你什么时间点你会发现说健康的比重越来越重，甚至是超越金钱了。对，尤其当你觉得金钱已经足够支付你平常日常生活的开支的时候，你觉得钱再多就是一个数字而已。对，选择健康吧。因为没有健康的话你怎么得到财富，没有健康的话你也谈不了很好的爱情。但是如果你选择金钱的话，你就已经有钱了呀。那你没有健康你怎么去花这笔钱呢？花不了吧。我觉得这是在不同年龄段回答这个问题。你这个年龄段，如果在一个年龄段的话，我想的肯定要财富的。对，我希望实现财富自由，是吧？但如果是说在下一个，我未来的或者30岁、40岁左右的话，我可能是想找爱情吧。然后呢，再到60岁，可能是想要健康。小孩子才做选择题，我才不会做，我全都要。你全的，但是哪一个最重要呢？健康吧。嗯，为什么？那你都说了。金钱跟爱情你都说是要通过努力才可以有的嘛，那你得有健康作为基础啊。但是如果你有金钱的话，你也可以通过比如说饮食啊，或者是其他的，因为你有钱嘛，你可以去调理自己的身体，不是吗？但是你有钱又不代表你能活得久啊。你健康才行啊。嗯，我是说你有钱的话，你也可以通过一些方法让你活得久嘛，是不是？但是现在科技应该没那么好吧。金钱吧。嗯，为什么呢？因为感觉这个社会就挺物质的呀，就没有钱的话就会比较寸步难行那种感觉。嗯，你觉得就是你所看到的现象，所看到的人，你觉得中国人大部分的物质吗？都挺物质的吧，因为毕竟现在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面的，所以大家都会比较看重这种物质的条件。从哪方面可以看出来？可以举一两个例子吗？就那种结婚的礼金啊，跟相亲啊，那种男女关系上面，哦，就还有那种工作啊，看薪酬会看得比较重。对，那你觉得现在就是比如说一个女孩子找男朋友，他们会更看重对方的经济状况还是看重他的性格？我
看分情况吧，感觉就是那种出了社会的话会比较看重经济条件，如果是还在上学的话就会比较看重性格方面、嗯、就是说已经成人的那种一般会看金钱。 对性格没有关系啊，性格好不好没关系，也有关系，但是会更看重经济条件。 那你个人呢？我吧，我现在还是看性格吧。下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描绘一下你理想中的健康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越具体越好，词汇越丰富越好。好的，我尽量。OK，至少是我能够听得见，然后就是可能一个正常人了，就可能你的感受，你可以感受这个世界，你可以看得见，然后你可以闻到气味，可以说话就表达你自己，然后可以听得到声音，然后你还可以正常的去进食啊、然后你还可以正常的走路，就是我觉得这个就很 OK 了。要求这么低，如果就是你可以有超人一样的身体、嗯、就是你可以想要什么样的都可以，你的理想中的是什么样？我不需要那么多、欸、我也是要刚才那一些就 OK 了。我不知道用这一句话来形容正不正确、哦、就是不是有一句话叫做什么高处不胜寒，就当你太厉害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感受到这个世界更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啦，你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存在，你感受普通人能感受的那些七情六欲啊，我觉得其实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就尽管有痛苦，尽管不一定是完全美好的事情，不一定是开心的事情，但是至少你是有知觉的一个人，一个活着的人。其实你刚刚有提到一句话、哦、我想要再说一下、啊、你有说哦，我觉得人要感知到痛苦这样子，那你对痛苦怎么理解呢？你觉得有人生是有痛苦好，还是完全没有痛苦，完全的幸福，完全的快乐好？我觉得当然是需要痛苦啊，如果你没有感知过痛苦的话，那你怎么知道原来哦，原来开心，原来快乐是这样子的呢？如果你一直你从来没有感知过其他的东西，然后你一直都是这种状态的话，其实你整个人是麻木的，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自己原来生活在快乐当中啊。就好像不是说有一句话说什么你只有失去过才懂得珍惜吗？你可以描绘一下就是你理想中的健康的身体状态是什么样的？有一个厚实的肌肉，然后不容易得病的身体，然后呢那身体呢必须要有三角形那种身材，倒三角的啊、嗯、你刚刚说肌肉要哪一方面的肌肉？全身的吧。全身都要啊？啊，最好就把我这块大肚腩给剪掉改成腹肌。嗯，那你理想中的经济状态是什么样的？就是比如说今天啊、我可以带上我的妈妈跟我说我想去日本的富士山吃下当地最好吃日料，然后我就看一下时间表，明天可以立刻带她去飞去日本，在那个浪漫的樱花树下吃着当地最好吃的日料，然后我和我妈妈我的家人可以很开心的去畅谈一下我们的未来啊。然后突然我手机可能叮叮有两条短信过来，就是比如说是美国的百老汇最近有很火的那个歌舞剧，我就立刻可以订两张飞机票，就找个时间飞过去，就是想买房子不用看价格，这种有时间也有自由。嗯，那你有没有理想中的一个数字，想要银行里面有多少钱？银行里面有多少钱？你如果说你是目前一到两年的话，比如说我最近半年的一个目标，月收入的目标就是2万块钱一个月。那未来三年的话，我希望我的年收入目标是30到50万。嗯，那如果你都能够满足这些愿望的话，你还会要工作吗？还是要工作。因为如果你到有一定财富的时候，就不仅仅是只是为了生存而去工作了，它真的是一种理想的追求和对这个自我的一个价值感的一个体现吧。嗯嗯，
当你有了就是衣食无忧，而且银行里已经有钱，你不用为钱再去苦恼的时候，你还会想要做其他的什么事情吗？那肯定有很多呀，比如说刚才说的带着我最爱的家人最爱的人去到全球最好的风景，去就跟最爱的人去看最好的风景，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还是很喜欢做一些公益的，特别是一些贫穷落后的国家比如说印度就希望有这样的能力去帮助到这些贫困的人吧。你会怎么去帮助他们？除了用经济上的话，那我肯定是希望说我自己有这样的影响力去影响身边的人一起去帮助，比如说成立一些什么机构等等类似的吧。你希望你的就是你最理想的身体健康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就是没有疾病咯，然后就是身体素质就比较好一点，然后身材匀称嘛，也不是说非得要有什么肌肉什么的，我觉得健康匀称就好了。对，你指的匀称是什么样的？就跟我现在一样就可以了。就你现在已经很满意了，是不是？就是再再多运动一下吧，平常没什么事就多锻炼一下嘛。对。不能在这吗？对。为什么？这是他们说的，你没有身体。最基本的就是一个。自己的一个生活状态要好一点，然后身体素质，然后就是自己的身材就不要那么肥胖了，就是匀称一点了。我没有说歧视肥胖的意思，只是说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比较匀称一点的那种。然后就是每天多跑跑步嘛，锻炼一下嘛。然后如果我个子再高一点就比较好一点。我再重新问一下你，你希望你有多高？1.75米的样子。其实我刚刚也问到你，就是个子不高的男生会不会碰到一些困难啊？其实也还好，我觉得没有说其他的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理想当中的嘛。其实我现在我觉得也挺好的啊。然后其实你想一下，还有很多人天生就有残疾什么的，其实我觉得只要健康就好了，那个只是一个愿望了，其实没有也没有什么。因为我这样问也是有原因的，就是我之前也有做过一些街访，问到很多女孩子喜欢什么样的男生，他们都说希望个子高的。对啊，那你在这一方面有没有说碰到过人家觉得你好像不够他理想的身高？看人吧，我觉得有的人他觉得你性格跟他还挺合得来的，然后包括生活那个方式上面，其他的我觉得还行吧。如果是真的爱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在乎个子的。假如说你很有钱，很有钱之后，你会想要做什么？环游世界。比如去哪个国家？冰岛。为什么？你再重新换一个点吧。除了漂亮还有什么吗？就是为什么不是去美国呀？为什么不是去欧洲的国家？为什么那么远的地方？欧洲国家就很多人都去过啊，而且他们不是有枪吗？危险啊。那冰岛没有枪吗？冰岛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万一有呢？那有也去啊，就那边人比较少，而且去过的人也比较少，就有时候看到百度上面那些图片都很漂亮，然后就很想去了解一下嘛。挪威的人也很少啊。挪威不是经常打仗吗？挪威打仗吗？挪威没有打过仗吗？跟谁打仗？不是会有那些混战啊什么的吗？就国内挪威他自己里面。为什么打仗？我怎么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你听谁说的？新闻啊，有时候会听到说什么挪威国内有混战啊那些的，然后什么恐怖分子。欧洲的国家就很多。比如哪个国家有恐怖分子出现过？美国，还有那个，美国是哪个州的？我刚刚问你欧洲，你说美国，美国是欧洲的吗？美国不是欧洲的吗？我问你啊，你觉得呢？是吧？发达国家不都大部分在欧洲吗？好吧。不好意思，我地理学不好。还有其他的想做的事情吗？就是有钱了之后，开汉服店。为什么想要开汉服店？因为这是中华传统文化，其实就大部分下就不是大部分的人就都接受汉服，包括我妈其实也不是很同意我穿汉服。她为什么不同意？她觉得我这样穿着奇装异服就上街就不好。怎么不好？因为大家路过都看看你一两眼啊什么的。别人关注你不觉得很开心吗？也没有说什么特别开心的吧，反正我觉得就中华传统文化，就以前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还是传承一下比较好。
那以后如果说你开那个汉服店的话，赚不到钱怎么办？那也继续开啊，因为如果我选择了金钱的话，那我肯定是有钱的呀。而且现在接受汉服的人越来越多，我相信会有生意的。嗯，你觉得大家为什么会喜欢穿汉服？嗯，第一个是好看吧，第二个现在上街不都很多人都喜欢拍照嘛，拍照也挺好看。另外一个就还是中华传统文化吧，还是想要传承。对，嗯，你身边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吗？嗯，不全是，因为现在像很多，嗯，贬义一点可以说是崇洋媚外吧，所以就你看像什么万圣节，就很多人去过。就是说你有反对万圣节的？不过、哦、你不过？我是不过，但是不反对吧。你刚刚有讲到崇洋媚外，你觉得哪一些人崇洋媚外？就觉得中国就是不好，然后一味的去崇尚外国的东西啊。但是我觉得中国还是很好的呀。嗯，你有哪些好的我们可以来发扬一下，宣传一下。宣传一下，你看像现在国产的东西，虽然说之前是不怎么好，但是现在也慢慢提上日程了呀。像国产动画片，你看一下那个哪吒不是拍的挺好的吗？然后还有科幻片啊，那些电影类的已经提上日程了呀。啊，那你们想要就是理想中的财务状况是什么样的？你先说。不用为钱那个操心吧，像就是有房有车，然后可以到处旅游咯。那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假如你已经很你有很多很多钱，就旅游啊。去哪旅游？到处游山玩水啊。你呢？我也是旅游。去哪？具体一点吧。云南、福建啊，上海啊。嗯。没有想过出国吗？还有大草原呢。有啊。当然也包含出国。嗯，你呢？除了旅游，还有什么别的想做的吗？旅游，学习吧。学什么？学语言，英语。对，为什么想要学英语？对，你先说。英语应该是比较哪国都需要国际化的语言。对，嗯，你也是。嗯，我也是觉得英语比较重要一点。而且今天一般我们做美甲的，有些客人走进来都会有一些外国客人，我们都不会语言。嗯，有学吗？现在暂时没有，不过挺感兴趣的。挺感兴趣的，有没有先开始学一下了呢？后悔当初学的时候没有好好学啊。如果说你可以有这个愿望的话，你想要你的英语达到什么水平？可以跟老外正常聊天吗？正常交流。嗯，那假如说你英语已经很好了，你还会做美甲吗？不会。做什么？翻译哦。你觉得翻译能挣很多钱吗？我觉得至少给人的感觉会不一样吧。高级。对。嗯，就是你看到一个翻译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挺厉害的。嗯，都很厉害啊。但是你已经很有钱了，你刚刚选了金钱嘛，你这一辈子都不用为钱发愁了。但我觉得语言这个也很重要，因为你可以去旅游了以后，你可以跟人家经常交流也很重要的，要不断的提升自己，不可能说有了钱你就不格局啊这些都不提升了吧。嗯嗯嗯，就是有钱了你们还会工作吗？会做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事。比如说呢？比如说工作方面。你说做什么呢？做美甲呀。啊，你怎么又跑回美甲去了？你不可能说有了金钱你就继续做美甲吧。就有的时候做的是那种艺术啊，因为我们有时候学的那做的那种板啊，就是做的，就是其实做的那个甲片上面不一定是真人要做的，但是我们必须做出来就有艺术感。嗯，就是你想要，如果你已经很有钱了，你会把美甲这件事情做到极致，是这个意思吗？你是，但是你刚刚说的不是。对，我是喜欢去旅游，然后拍一些照片传到网上。我觉得网络方面更……那你就火了，我也想当网红。哎，对，我也想当网红。做网红是吧？为什么想当网红？因为我觉得网红现在很多都是网络时代呀。啊，你想要做什么样的网红？就是可以旅游啊，拍拍段子，直播这些都可以。旅拍的那种是吧？对。啊，你也是吗？靠颜值吃饭哦。好吧，那你觉得就是做网红有什么好的呢？有个足够的个人时间，然后你也可以陪伴父母。然后虽然说网络经常有很多人
会对你指指点点吧，但我觉得自己开心就很重要了，这样你有足够的时间也挺好的。你刚刚说有人对网红指指点点，你觉得现在大家就是中国人啊，对网红的看法是什么样的？网红我觉得就比较 low。 嗯，觉得他们不比较 low， 为什么呢？我觉得我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会有人会这样。嗯，就是有没有听过别人怎么评价网红的呢？今天闲着没事做了，就拍拍段子那种，不务正业啊，感觉就经常拍一些这种很无聊的，就像我男朋友说的，就说看着网红吃播啊那些就很无聊，但我就会比较喜欢看，我闲着没事我会看吃播，就一直吃东西。哎，有什么吸引你的？为什么要看呢？你看自己看你朋友吃不就好了？哎，对，因为他们能吃很多很多食物摆在面前，加上你看一个漂亮的女孩子长得又很好看，能吃那么多东西，第一个就是说肯定有造假方面吧，就反正挺好奇的。你是说造假是指他吃了吐了啊这种？哦，对。但是你不觉得很浪费时间吗？我觉得你这么多时间不就打发时间了吗？你理想中的身体状态是什么样的？其实哦，我理想中应该说人吧，人应该身体的状态健康应该就16个字：作息正常，吃得健康，适当的运动，心情愉快，就这16个字。嗯，平常运动吗？平常适当的运动，晒晒太阳哦，就这样。所以今天也是没有特别的事情，强迫自己出来走一走，晒晒太阳，就这样。你做什么工作的呀？我是做法律这方面的。律师啊？嗯。你要上法庭去辩护吗？要的，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去的。那你应该很会说吧，就是很会辩论是不是？就是面对那些习惯了这种的话我就有点紧张。哦，但是你在法庭上就是看到法官看到那么多人看着你，你都不紧张？不紧张，因为都习惯了。你的专业是哪一方面的法律呢？都有的，我们都做的。像我们的公司的话，我们一个律师事务所的话呢，它都是一个团队去工作的。像我的话，我做的案件就是离婚案件比较多一点。哦，对，离婚的案件。对，那你觉得现在离婚的人多了吗？所以问这个问题，我还是觉得健康最重要。为什么这个跟离婚官司有什么联系吗？因为很现实生活中啊，很多人都是因为金钱还有就是很多诱惑，现实生活中的这些问题导致有就是双方夫妻之间会有关系，对，关系会就是会变化这样子。一般就是你接手的离婚的案件他们一般是因为什么原因啊？都有吧。哪一个比较多呢？哪一个比较多都是因为出轨吧。男的出轨还是女的出轨？都有。女的也有很多吗？因为你给不了他，满足不了他，他就肯定会有出轨的嘛，因为觉得他陪伴不了他呀，还有其他因素这样子。假如说在婚姻当中啊，如果一方有了金钱，那不就是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不一定，因为你有了金钱他就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去陪伴他，就有另外一个人去陪伴他，听他的倾诉。有一些还有一些就是生育不了这样子，他也会有这方面的。所以说不能生儿子是吧？对对对。可是我刚刚想说的就是假如你有金钱，这个金钱是你不需要工作就能得来的，你会有时间，那不是更好吗？在一段婚姻当中，反正在我的观点里面，我就是要健康。我金钱的话，像我的身边的朋友也有金钱，但是我觉得他还是说那句话，健康最重要。因为他身体有了金钱，但他的身体是人嘛，到了一定的年纪的话，他还是会渐渐的就是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所以他还是觉得如果上天能给我一样的话，我还是觉得健康是最重要的，金钱的话我够吃就够了这样子。你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是自己亲身经历或者身边的人的经历让你觉得健康比其他两样都重要？暂时的来说就是我的闺蜜吧。我的闺蜜的话她现在的话就是那种不愁吃不愁穿的，但是呢因为她生完小孩她的身体就变了，然后她就觉得还是健康最重要。爱情不重要吗？不重要。真的不重要。因为你看我做这个案件也做多了，然后肯定我也相信爱情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是健康。
但是你如果说会相信，但是不会说我一定会去，就是希望我得到这个。那假如你这一辈子都找不到你心仪的那个男生，你会放弃结婚吗？不会。那你会随便找一个？也不会。那你会找个有钱的还是普普通通的？有钱普普通通，我还是喜欢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吧，对吧？陪伴最重要吧。对。你刚刚讲了你在现阶段你想要实现财富自由。对。什么样才会就是你可以定义一下财富自由是什么，就是财富自由的话，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真行》，就是一对夫妻，他们是北京的，他们就是说他们赚够了1亿，但是不知道突然间迷茫了，不知道赚这么多钱干嘛，每天这么累，忙死忙活的，然后两个人就索性把全部东西卖了，把房子卖了，把他们的公司卖了，把所有东西卖了，换去旅行，是吧？用了5年的时间，花了去他们就是说去买游艇啊，买什么啦，我觉得他们的生活状态非常的棒。怎么样呢？他们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去探索，然后呢去南极结婚，然后他们想去哪里就卖，又把哪里的房子卖了，然后又买一个飞机直接自己飞过去。这的时候我觉得就真正的财富自由了。那假如说你实现了财富自由，你会想做什么呢？跟他们做一样的吗？我实现财富自由那肯定啊，人生在世为的是什么呢？你想做什么说一下具体的。我想做什么，我想我的想法跟他想法一样，跟你女朋友一样的。对，想多去看看。他刚刚没有说哟。是吧？他只是说他想要健康。多去看一看，多去望望。对、看看哪里，望哪里，看看这个世界。嗯，望望我的远方。最好奇是哪一个地方？我好像没有哪里是他觉得好奇的。为什么会是？就是我要问到你啊，你想要去哪里旅行呢？那你总得给我一个地方吧。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海的。你说西北的话，是吧？我选择去那个青海的青海湖，是吧？它有个海，这是我们的中国大陆内陆的。但如果你说要去国外的，我其实挺想去一个地方叫摩洛哥，是吧？我挺喜欢这个国家，觉得挺不错的。为什么喜欢那个国家？因为摩洛哥它这里就是世界各地的富人都去那里度假。我想看一看别人是怎么玩的。就是当你成为了富人，你也想要去体验一把，是吧？就不一定成为富人才能去，是吧？当然就是说，希望就是说实现财富自由之后，这个地方是我的第一站了，是吧？或者也是说我的旅程之中的其中一部分吧。你刚刚有讲，你到了30岁的时候可能会想要爱情，那你理想中的爱情是什么样的状态？我理想中的爱情啊，可以聊一聊，就是平常你希望你们两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模式呀？我们的生活模式啊，就和平的相处啊，对啊，就还有一点就是说了，两个人之间的话，没有说太多的，没有太多的隐藏嘛，对啊，就是说大家敞开心扉的去说就好了。那你跟你女朋友现在的达到了你理想中的状态吗？我觉得是 OK 的了，对、没有什么抱怨的是吧？没有什么抱怨了，对啊，她能。我懂他，他懂我，对，好，完美，OK， 好，谢谢。没了，我想再说2。你刚刚有选金钱啊，那么你希望自己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在金钱方面，要有多少钱呀、或者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小康以上吧？就不用说很有钱，但是至少要能够消费，就轻奢生活那种。你刚刚有提到一个词叫轻奢生活，可能很多外国人听了不理解，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就是在你能解决自己温饱的条件下，然后还能有余钱去消费一些奢侈品啊，这种。假如你已经满足了，你刚刚提到的那个经济状况，你会想要做什么事情吗？带父母去旅行吧。去哪？外国，国外吧。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想带他们出去看看，然后自己也出去看看，这样子。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吗？没了吧，就这个比较想的。对、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呀？我现在还是学生。你还是学生？大学生是吗？大学生，对。什么专业的？电商，电子商务。你觉得未来的电商的行业会更好，还是会慢慢饱和了？慢慢饱和吧，因为它毕竟有之前有一段时间还是挺
然后现在慢慢好像竞争比较大，然后就趋向于一个比较平稳的阶段了吧。那你会担心你毕业后的工作吗？还是会的。会做这一方面的工作吧？看机会吧，就是还是要看情况，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会去做这种。你觉得这个是你想要的工作吗？比较适合我吧，就这样。为什么比较适合你？就感觉自己可能对这方面会比较感兴趣之类的才会选。我很好奇啊，你为什么会对这方面感兴趣呢？就对经济这方面的专业都挺感兴趣的。好了，听完以上的采访，你们有什么看法呢？在爱情、金钱和健康之间，你们又会如何选择呢？留言告诉我们吧。好了，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拜拜。